棉织以冲洗壶沾湿，再抹香皂。一手握住阴茎，将包皮往后推，露出龟头，龟头以棉织清洗。再以润湿的毛巾沾肥皂，先清洗阴茎，再洗阴囊，最后清洗肛门。请注意清洗的顺序，勿前后倒置。以冲洗壶、方巾进行冲洗，直到所有部位都清洁干净。操作过程中逐步告知步骤，并注意保暖防湿。移去便盆并擦干臀部，卫生纸由病人的会阴部往臀部擦拭。脱除手套，这样就完成了男性会阴冲洗。出尿管约 0.5 公分，以便清除垢物。用温开水润湿棉织，以环形方式清洁尿管。清洁尿管的方向由尿道口往尿管下方清洁，并涵盖5公分长。请注意，不可过度拉扯尿管，以防尿管脱落。3、更换尿管胶布的固定位置。女性病患尿管固定位置应由左腿换至右腿，或由右腿换至左腿。男性病患的固定位置应更换，并贴于下腹部。请注意，撕贴胶带的动作要小，力道要轻。4、移动尿袋时，注意尿袋引流的位置保持在膀胱以下。